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英国专家提出了群体免疫原则的论述。那什么是群体免疫？没想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蔓延性的疾病。3月15号，直布罗陀公开赛，小国栋杀入半决赛。暂停键的时候，志愿者们主动拦下。结果我当时买的张机票，当天买的，买完过第二天就下一个航班就取消了。下车从重庆赶回武汉。英国机场民协会17号表示，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之下，英国机场将在几周之内关闭。这样行吗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第一天开播，这是我的直播间，给大家说一下，我直播间是5147。我现在可以用，我去机场。居然有辆跑车，这是刷的礼物吗？我是肖国栋，重庆人，是一名斯洛克运动员。今天是我第一天直播，但是这个房子他们大家意外的发现，我这方面的天赋还不错。小袁今天要回去，然后现在很惆怅，不知道机票有没有取消。你看我买了一个防护镜，摔呆了。对，我们的要飞。2020年3月，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我们困在英国。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在这里为斯洛克世锦赛而奋斗。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只能祝福我吧。祝福他啊，我们一会儿告诉你。唯独今年回家成了更重要的事儿。这不是小袁第一次尝试上飞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好，拜拜。志愿者工作第一天，现在是早上6点的武汉。今天是志愿者第一天，我们现在出发了，现在是去给外援的医护人员去送早餐。我叫赵恒轩，重庆人，是一名武汉女婿。2020年2月14号情人节，我和老婆成为武汉市50000多志愿者其中的两名。本来赵先生他当志愿者他就已经很骄傲了，然后他知道他要送餐的医护人员是他的家乡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他就更加的骄傲了。志愿者第三天，给重庆的援鄂医疗队送海椒油，一不小心还上了电视和抖音。只有老乡才晓得老乡的味道。你们那个餐食有点清淡，那个我都拿了点海椒油。你太多了。我从重庆，我爸爸个人亲自做的。哦，海椒油，谢谢，很香，家乡味儿。我别错误的示范戴口罩，反了吗？是那小袁你戴反了。来英国已经12年，一转眼自己都30岁了。在女婴球员中，我已经成了老大哥。气不气？气不气？别说我跟我一样，我至少没去机场。气不气就问你。昨天小袁就有点胖，就在这儿被人说了，是吧？他有点担心，但是我俩今天一起出来应该没啥事。啊，我们这儿有一个教堂。教堂这里面还有点墓地，你看。在熟悉的异乡，今年的街道格外冷清，这有一个想家的情绪变得更加强烈。志愿者工作第11天，曾经人来人往的武汉，现在每天都在唱空城计。我们接到了新的任务，分配10元10斤的爱心蔬菜到各个小区。车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也阻挡不了这对年轻人的热情。套上雨衣，冲进雨里，堆成小山的蔬菜正在等待他们去分拣。4个洋芋，4个红萝卜，1个白萝卜，1个大白菜。那个货轮才是把我们累惨了的，每天要打包800到1000份。
有的时候不仅要打包蔬菜，还要把打包好的蔬菜装上车，再卸下车，那一装都是几百份，那个老腰都要遭断的阵仗。但是参加志愿者，帮助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那样的机会一辈子能碰到机会呢？今天志愿者工作结束啦，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加油！加油！哦，赵云彤航班取消，回高地。石家辉。鲁宁航班取消回高地，这啊，这是真的啊。然后罗洪浩取消回高地，长滨也取消回高地，石家辉取消回高地，漂亮，漂亮，这些都是漂亮的，这些都是很漂亮的操作，真的是。你说这英国咋整啊？全回高地了。田鹏飞去了三次机场，一次是去了希斯罗，两次去了曼切斯特。希斯罗最伤是坐了4个小时过去，坐四个小时过去取消。回国太难了，取消啊！我们都已经到登机口了，取消了，要重新拿行李，崩了呀！真的，心态崩了。我们在拿行李啊，取行李，以为到了北京，结果还在英国。第一次，行李提上去的。这克鲁斯堡以前，按理说现在都有宣传画册了，每一年比赛嘛开始了，没有，现在街上也没人。你看天气这么好，看这儿就有写怎么关闭了什么的。对啊，现在我们就在克鲁斯堡后面，然后所有的都关门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球员通道，我们球员一般就是从这个门进去。我们也很想去打比赛啊，但是比赛打不了，对吧？没办法。我们最喜欢就是这个地方，每年都喜欢来，但是今年来不到。每个职业球手都希望能够进入克鲁斯堡，就是站在领奖台那一刻。How's this for a shot? How's this for a shot? How's this for a shot? 其实我很想打好世锦赛今年，因为我才换了一支球杆嘛，球杆换了，然后我想应该会打好一点，结果比赛就没了。Ryan Day concedes. Disappointment for him, but look at Zhao Guodong, elated and with every justification. That was a fine performance.这是我唯一能找到打球的视频，十几年的青春、心血、金钱都放到台球上，最后只留下了一段录像，想一想还是挺可惜的。3年前，我关掉球房来到武汉，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仍然可以在其他的行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录播课程，所以说我们每天都会自己录了过后，然后上传到公众号上面去。当武汉市被按下了暂停键的时候，志愿者们主动按下了快进键。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对志愿者夫妻，疫情爆发之后，他们驾车从重庆赶回到武汉。我因为家里没那么大的锅。正在选锅的这位年轻人叫赵汉轩，重庆人，武汉女婿，一大早出来买锅是为了将自己熬的绿豆汤中午给在志愿者工作第15天。尽管没有作为台球世界冠军登上 CCTV5， 但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志愿者，我来到了 CCTV2， 那种滋味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其实我觉得我熬的绿豆汤哈，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所以说我就想了，这绿豆汤熬得特别的好，特别的霸道。人活一辈子，总不能一直背时差。还可以吧，这个这菜比较硬。我点的这个麻婆豆腐下饭。我明天回国了，今天吃最后一顿，然后就上飞机了。主要是我们有12个人一起走，
买机票37000，听到没有？37000一张机票，大家可想而知回来多难。我们在外要做到防范意识，英国机场没人戴口罩。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在王涛主席和国家体育总局的联系下，我们居然买到了回国的机票，在英国搁浅了14天，终于可以回家了。离开伤心地，在喊武汉加油！哎呀，好想哭啊！2020年3月19号，武汉新增病例首次新低。从去年12月份到今天，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不知道有谁吃了我送的辣椒油？啊。有谁喝了我送的绿豆汤？快点面子。很微不足道，但是呢，我觉得我身为一个重庆人，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为你们提供些什么，所以。来自重庆的医护人员都要回家了，那意味着武汉的战役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因为我这一次志愿者任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个月的志愿服务，像我曾经钟爱的台球一样，成为了生命记忆当中的一部分。才到酒店啊，还不错，看起来房间是这样的隔离，还行还行，开启了隔离模式。这个房间进来那就14天不能出门了。 Hello 大家好，我当你们看到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回国了。回国了嘛，肯定心情非常美丽啊，还有什么事比回国还好？王队帮了很多忙，每天都问我们情况。对对对，多谢了中台协，多谢了王主任。对，啊，看中国体育送的，给我送了一箱水，然后我说我要洗衣服，给我送了这么大一瓶。那个你是让我洗一年的衣服吗？让我点一首淡黄的长裙。记忆中的脸已经变得模糊抽象，而你不再年轻，身材也有些走样。如果再遇到爱的人，记得去拉着他的手，告诉他如果你没有他你就一无所有。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现在过得怎样？你是否和我一样？是否在外漂泊流浪？可以结束，点赞，鼓掌鼓掌。这个肉片，老肉片，重庆人吃的就是不要现，就是不要机械的，就是手切的，对吧？这个是毛肚，重庆的毛肚。这个毛肚是这样的，外地的毛肚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在流浪，我回到了故乡。作为一名斯诺克运动员，我像渴望回家一样，渴望着比赛和冠军，希望一切都能回来，回到这个世界原来的样子。2020年2月2号，我还是选择从重庆回到武汉，开车下高速连夜直奔火神山医院，但那里由军队接管，只好明天儿再去看儿其他的医院嘛。我一定要当上那个志愿者，那是需要我守护的城市武汉，我回来了。必须要在上江上面吃面。哦哦，3 2 1。
doctors and nurses all